再来关心天气，今天锋面有逐渐往北远离的趋势，台湾的天气会比较稳定，不过水气还是很高。另外在菲律宾东方海面有低气压逐渐接近，水气往台湾地区输送，所以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出现。至于北部及中部地区，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情形。温度方面，各地的高温大多都在33到35度之间，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，阳光也相当的强烈，外出请注意防晒，也要多补充水分。